超跑计划，就是唱那个他们之前那首歌的哦，夜空中最亮的星那个团体。后来他这首歌在那个比较大陆节目有一个叫徐歌阳，一个非常漂亮的女生跟陈冰就是不相上下，然后就翻唱了这首歌，然后就红了。所以来就是觉得淘宝计划还蛮可怜的，因为他们歌几乎都是被人家唱红的。不过他们好了，带我们唱一万次悲伤，辛苦了，感谢，谢谢。是否还要熄灭所有的情？